那边大一点的，我想不想，我想不想给你们排队，我也不想。这是大一点，你往那边弄。这样就可以了哈，谢谢啊。 哦，哦哦，一万不是不是，还不排一个破？哈哈哈哈哈！赶紧回家了。喂。 哦，他住追这小鸟。啊，对，怎么了？我们是要去那个高铁站。对对对。啊，还是四点多什么点的？这是什么鬼呀？ 我这样子吗？我说你给我们说，怎么要去高铁站了？现在他不是有？他现在什么意思？他意思是说，就我们放了地铁，就是那个，是不是？他那个他要是去，他累死，咱最好就点赞啊。那可以，嗯，不是两个高铁站，他会，因为我们还没有票，不过我们可以放你这边，你要不要放到那个？对啊，现在你们这边现在在吃。